后悔莫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不少人呢，风整形，尤其是隆鼻，甚至会拿明星照片当范本，要求医生整得跟照片一样，但最后套在自己的脸上，才发现根本不适合。而整形医师就表示，最近因为整坏了，要求二次修复的人多了一成。这些明星饼呢，套在脸上发现不合适之后，不只是可能引发医疗纠纷，二次手术呢，也可能会提高感染的风险。而现在有医生会采用全自体的真皮的鼻雕，用真皮筋膜或者是肋骨来调整鼻子呢原本整坏的部分，并且呢填充人工物，看起来更加的自然。不过呢，医生也提醒了，像明星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适合整形，手术之前一定要和医生充分的沟通，以免花钱受罪了。